学，请看东北方法海菩萨的赠颂。尔时众中，佛有菩萨摩诃萨，名法海会功德藏，成佛威神，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这位菩萨的名号在前面大众集会当中啊，说为最胜光明灯，无尽功德藏，跟这个地方的名字好像是不相同，意思相同。法海呢，意思就是最胜光明啊，法是指佛法了，佛法胜光四海啊，称之为法海，所以具有最胜光明的意思。功德藏呢，这一边也有功德藏啊，这个没有差别。无尽两个字，前面有啊，此地没有啊，这个是大同小异。他的十首赞颂是赞佛摄受殊胜的眷属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佛的智慧德行摄受啊，世出世间最殊胜的同学同参道友。这一段经文是答复前面的云何是佛力，这个力是力量，是能力啊，佛有能力摄受啊，这经上常讲的有缘众生，这个有缘不外乎心行纯净纯善啊，这样的一类众生跟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自然然就聚集在一处。我们常说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所以是一个自然现象。设计仪式当中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成佛威神观察十方啊，这个两句的意义非常深广啊，我们要特别用心呢来学习啊。在哪里学习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之处啊，常常能提醒自己求佛威神加持，我发愿
为十方一切众生服务，就能得佛加持啊！你要说为什么？因为诸佛如来，他们的大心大愿就是普度众生啊，普度就是平等普遍的帮助众生、协助众生啊。这个度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帮助协助啊，帮助他们消灾免难，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转凡为圣啊。用什么方法帮助呢？种种方便啊，佛有智慧，有德能，有善巧方便，我们没有啊，要求佛威神加持啊。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晓得，我们的心行愿如果跟佛不相应，那怎么样求也求不到啊。所以必须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这样才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现在我们来看偈颂啊，这向下了有十首偈啊，我们看第一首：慈慧诸佛子，善修众智慧，世人亦能如如是方便门。慈慧是毗卢遮那佛从口中发光，召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其中有缘的同学们啊，这就是来参加这一次法会的菩萨了啊。这些菩萨他们的身份全是等觉菩萨了。我们在经上看的菩萨摩诃萨啊，这个名称是对地上菩萨的通称啊，也就是从初地到等觉啊，等觉称为十业地，而事实上经上给我们说的这些代表上首全是等觉菩萨。与他们同来的人数都没有法子计算了，我们可以想象而知，全是地上菩萨，不是普通人的。我们要怎样学他呢？你就看看经文，他们善修众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
着重啊，在这个善字，他们善修啊，我们也修不善啊，所以怎么样修，好像智慧没有增长啊，我们仔细反省检点，智慧没增长，烦恼可增长啊，确实烦恼天天在增长，没有觉得烦少，烦恼减少了，没觉得觉得的是什么呢？觉得的时候是烦恼增加了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断了，经不起外面六尘境界的诱惑，总是受外面境界的影响，自己做不了主，哪来的智慧呢？啊，怎样才能做得了主呢？这个做主啊，就是禅定。我们底下一品呢，就是三昧品呢，啊，由此可知，人家善修重智慧，这个关键呢，他在境界里头啊，做得了主。六根不能不对。六境啊，这不可能的啊，张开眼睛闭着眼睛都是对的色尘啊，那也许同学问呢，我张开眼睛见色，闭了眼睛那不就离开色尘了？没有，色尘有两种，一种是明，一种是暗。你张开眼睛见明，闭着眼睛见暗。你想想看，对不对？啊，这些话是世尊在楞严经上说的。啊，我们闭了眼睛见到暗，跟张开眼睛在黑暗当中见到暗，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六根没有办法离开外面六境啊，啊，眼见色，色是眼这个眼根的境界，身是耳根的境界，离不开啊。那么要怎么办？这个就是讲到修行了啊，所以善修，那个善呢就在此地，不离而离，这叫善啊！啊，不离是眼见色，耳闻声，离呢就在见色上离色。闻身上立身，这个叫善啊。这些菩萨聪明绝顶啊，他会修啊。跟小乘人不一样，
小乘人一定是离开啊，都是太繁华了，诱惑力量太多了，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去修啊，避免诱惑，尽量减低诱惑，这小乘啊，这是初修，这是大菩萨摩诃萨了，他们所谓的吉祥理想，利己同时，这叫做善啊，善修啊。吉祥修福，利相修慧，福慧双修啊。哎，他会啊。在哪里修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每一个人天天要吃饭呢、吃饭就是修行呢，福慧双修啊。啊，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饭量啊。佛陀当年在世，每一个人有一个钵，这个钵就是盛饭的。钵的大小跟自己饭量相应，我饭量大，我这个钵就做大一点，我饭量小，我的钵就做小一点，叫应量器。这个钵另外一个名字叫应量器啊，应我所需要的这个量，这是什么？这修福我不多吃啊，我吃饱就够了，没有贪心呢，修福啊，又何况佛教导我们食存五观呢？吃饭的时候，佛教给我们五种观想，都是修福习福啊。啊，吃饭的时候不着色香味，中国人考究啊，饮食讲求的色香味呀、修行人不着色香味，那是修慧呀。所以这个托钵，你看托的是好几家供养的，都混合在一起，袈裟味啊，把所有的味调和在一起，一味，这个一味叫平等味。你们想想看，吃饭都是修行，善修重智慧。穿衣是修行啊，古时候佛陀在世，衣就是外面的一件皮衣，中国因为纬度高，
气候寒冷，这个三衣不够用啊，没有法子御寒。佛法通情达理啊，佛教化众生随缘随分，没有丝毫执着啊！中国人还过中国人的生活，还穿中国人的衣服，那出家呢？唯一差别呢，就是头发剃掉，其他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同。那么佛的这一件衣，我们就披在身上，作为一种纪念。那么佛陀在世所穿的这个衣呀，我们在新加坡很容易见到。你看看印度人，他们到现在那个服装还是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服装，是一块很大的布裹在身上啊。我们常常看到那么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把它作为象征纪念性的，就没有那么大了把它裁成了一半我们披在身上，原先呢，这个披的地方打个结，这个打个结太麻烦，所以最后就订两个袋子大的时候这两个袋子打个结还是不方便呢。那不知道是哪一位祖师大的发明用这个钩跟环那这就方便多了样子还是跟从前一个样子，缩小了那么我们现在这是25条衣，诸位能够看到这个格子一格一格的你就能想象到佛陀在世这个个子很大，或者他一大现在我们把它缩小一半，都要懂得那么一共是25条我都不跟你诸位细说，四长一短每一条这个个子四长一短错综缝起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法？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就事来讲，从前出家人施主供养一钵饭不难呐，实在讲的时候，生活都相当艰苦啊，不可能是一家供养你一钵饭的一家供养你一点点的，好几家了，这才凑一钵饭的，你够吃了。但是要得一件衣呢，那就相当不容易了。所以这个衣从哪来的？都是这些在家人穿旧的衣服、破的衣服，不要了，丢掉了。出家人在垃圾堆里头捡起来，把它洗洗干净，破损的地方把它裁掉。还可以用的把它留下来那这样子也是很长时间呢，捡了不少这些碎布破碎的
缝缝补补成一件衣。媳妇啊，那么裁成一样大的方块，这个一样大意思我们现在懂了。以前我出家的时候很好奇，很喜欢问为什么出家人这个衣服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哦，老和尚跟我们说，这个一个一个就好像农夫种田一样啊，想想哎，是有一点像啊，所以这个衣叫覆田衣。我们听了也真的以为是这个意思，搞了几十年，到1999年我参加中国建国50周年的国庆大典，难得宗教局长跟文物局长啊陪同我参观历史博物馆里面展出的青州出土的一些文物。全都是佛像，我看到其中啊有几尊毗卢遮那佛像，身上披着袈裟。仔细看呢，每一个里面都画的有图画，画的是什么？设法界。我才恍然大悟啊，我明白了，这一个一个代表什么？多元文化，代表不同的国土。我们佛经里面讲的不同的佛刹了，不同的法界。这个格子里面我们看到有佛法界，最上面这一个里面画的诸佛，下面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在下面是六道，最下面的在地狱法界。我们明白了，净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身啊，你看包在身上一个身。我看到这个像的时候，我明白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一个身，这个是身，是什么身呢？法身。这个意思好啊，人要是真正证得法身了，那才叫真实的福田，你有福了。你要没有真正的正德发生呢，你哪里来的福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你有什么福报？谁有福报呢？菩萨摩诃萨。他明白了，所以这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我们归结诸佛如来的心性，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在一经以上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也在这一经以上啊。你会穿衣吗？穿衣，佛慧双修哦。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我1999年参加这个北京建国50年大典，最大的收获。对袈裟的含义真正明了了。啊，我出家学佛了几十年呢，天天搭这件衣，不知道这件衣的意义。这个衣服意义懂得了，那平常我们穿衣呢？无论穿什么衣服，你都要知道这个意思啊。虽然我们里面这个衣服并没有这个形象啊，虽没有这个形象，具足这个意思。啊，这个衣是这个线条直成的，竖的线条我们称之为筋啊，横的线条我们称之为纬啊。你想想看，每一个线条直的时候，它当中都有个孔啊。啊，都有个小方块啊，这个方块很小。你看不见，肉眼看不见，在显微镜之下，哦，就看得很清楚啊，那不是一个一个的吗？那一个一个，那不就是代表多元文化吗？不就是代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就是代表了十法界一真庄严吗？所以这一件衣披在身上，十法界一真庄严，跟我是一体呀。如果我们都有诸佛如来、菩萨摩诃萨的认知，你想想看，人与一切众生这个关系多么亲密啊！怎么可能有斗争呢？天灾人祸自自然然就消除了啊。啊，昨天晚上我就看李会长。啊，李会长告诉我，啊，曾思森部长，我跟他也很熟悉。最近他去拜访此地的各个宗教，提倡的宗教之间要互相了解而不是容忍。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
容忍是有限度的，到忍无可我忍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要了解，要互相了解啊，了解之后啊，这个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才有理论的基础啊！啊，那么诸位看看佛教这个穿衣，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多广可惜没有人懂，没有人讲。我们在讲习当中过去也曾经讲过不少次啊。99年我从北京回来就跟大家讲啊。啊，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责备我们呢，不会吃饭，不会穿衣，我们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吃饭吃这么多年了，长这么大了，怎么不会吃饭呢？从小天天就穿衣服，哪天不穿衣服？怎么说不会穿衣呢？真的不会，啊，没有想到。人家善修众智慧，原来穿衣吃饭呢，善修众智慧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会修的人都是福慧双修啊。在这个社会里头，啊，现前的新加坡，佛教很兴旺啊，啊，这些年来，佛教徒的人数不断在增加，啊，占总人口。50%以上了，所以出家人受到社会信徒的尊敬，布施供养常常有啊。我们是出家人，人家来布施供养，要不要接受呢？他布施供养，你的目的何在呢？你是福田僧吗？我供养你是来种福田的。我们自己要反省呢，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分来销售？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细细想想呢，实实在在是无德、无能又没有福报，怎么能消受得起啊？古大德给我们提出的警告：施诸一粒米呀。大如须弥山，精神不了道，披毛戴脚环。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吓唬人的。我们有没有想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如果人家供养，我们拒绝，拒绝是失礼。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接受。接受过来，自己又没有福报。我们要有聪明智慧，要善修啊。我没有福啊，道场大众当中有福报的啊。我供养道场啊，我在新加坡这么多年，你们看到啊，所有一切信徒对我的供养，你看红包，我从来没有看过。啊，这里拿过来，那一边就送给常住了。啊，在居士林，全部送给居士林。在净宗学会，全部送给净宗学会。道场啊，还有收据给我，我现在收据累积有好几千张啊。我看都不看了。啊，这个道场有福报，为什么呢？他护持正法。他在这里办培训班，在栽培学生嘛，他有福啊！我们在此地尽心尽力协助他，我们也沾一点福的边缘啊！啊，那么最近有同学知道我在澳洲建了一个净宗学院。净宗学院在那边建设，对那边也是广行布施啊！啊，钱从哪来的呢？钱从海外各个地方来的。啊，不是寄给我的，直接寄到净宗学院。净宗学院银行有个户头，不拘多少啊，一块两块啊，一万两万，诚心诚意的供养。我们懂得因果，啊，信徒的供养，有些是指定用途的，指定用途要把它改变做另外用途，这有故事的，古来祖师大德的教训里面很多很多，拜障大师《清规》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学佛懂道理。啊，一生当中不背因果啊。啊，我自己发愿，我也常常劝别人，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啊，应该做世间第一等好人，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善修啊，存好心，存什么样的好心呢？佛心。真诚心、
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要存这个好心啊！无贪、无嗔、无痴啊！啊，这个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丝毫不善。啊，对于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对他了。啊，你们要问我修行什么功夫，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做到了。啊，我能长生欢喜心。我心里头没有冤，没有对头。啊，无论别人用什么态度，不友好的态度对我，我是一位真诚慈悲待人。我别的功夫没有啊，这个做到了。啊，我向纯净、纯善精进。希望这一生将来到临命终时，一丝毫遗憾都没有。啊，罗汉、菩萨、佛果那个很高啊，我们未必能做得到，善人我们可以做到。说好话，除了佛在经教上教给我们，不妄语，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决定没有欺骗别人，不倭寇，不欺语。除这个之外，出言无不是利益众生，这说好话了。古德常常赞佛：世间好语，佛说尽。真的，世间好话，特别是在华严经里，真的都被他讲完了。我们要学啊，做好事，大乘经论上常常教导我们四摄六度啊。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好事啊！菩萨无量无边的善行，总不出普贤的十愿，文殊的十波罗蜜。上面这三条做到了，这是真正的好人啊。这些年来我们讲经啊，做出的总题目，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念念不忘这八个字，念念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善修的标准，我们干的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学习，斯人亦能如，斯人是指这个大会里面的佛子、菩萨、摩诃萨们，他们能如毗卢遮那佛的境界。诸佛如来的方便门，叫善巧方便，他们都懂得。不但懂得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落实，都能做到。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无一不是佛慧双修。这个境界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实实在在讲，一般大小乘经论里面看不到的华严会上看到。看到了，看明白了，就要晓得怎么样去起修。怎样啊？把菩萨们的这个善修，善修福慧变成我自己的生活行持，生活行持就是佛慧双修啊！我们才得受用啊！我们的生活。工作不拘任何一个行业，处事待人久，跟一切众生往来，不仅仅跟一些人一切动物，小动物、蚊虫、蚂蚁，不但给动物，给一切植物、树木、花草，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是佛慧双修。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哪一行不是菩萨行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今天最重要的，我们得学会。果然学会了，
这一生当中，哪有不成无上道的道理？啊，你不能成无上道，是你不会呀。啊，怎样才会呢？那不深入经藏啊，很难学会啊。所以，佛常常提醒我们：深入经藏，深解义趣，你就学会了。啊，今天我是用穿衣吃饭的，举这么两个小例子。哎，你看看你会不会穿衣，会不会吃饭？好，时间到了。